哎呀，啤酒，啤酒可以。单独一个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单独一个人啊，单独一个人来看总统选举，哦，单独一个人环岛自驾游。记者？民间记者吧，哦，我们叫 YouTuber。YouTuber，我们的里长，哦，你里长，里长，谢谢里长。啊，这我说了，这里的老板，他是我大哥，啊，那个大哥大嫂。哎，对对对，前几个月啊，差不多四个月以前啊，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，来住这边，哦，她来住三天，嗯。他每天下午都在这边拍照，都传回去给他妈妈。好好好。他妈妈说，哦，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夕阳啊？你知道我今天刚好啊，我去看那个水火洞吗？来来来，水火洞，我是去看水火洞，哦，那个水火。你们看着叫水火洞啊，对，水火洞。我们这边说水火同源呐，啊。水火同源，对，水火同源。结果呢，我因为是下午才到嘛，然后呢还没到那个水火洞，我哇，看到那个你们那个寺庙啊，山上那个寺庙啊，叫什么？碧云寺，对，碧云寺外面那个停车场。哦，哇，看出去，对，龙井太漂亮了，实在太漂亮了，而且啊，夜景更漂亮，对，我刚才也有看啊，而且我也拍下来了，来跟网友分享，会比你这条片会早一点放上去。最近请问一下，他怎么称呼？我姓罗。啊，对。我看一下。对。你到台湾已经九个月。是。那你感觉台湾的民间？有点声音有点吵，我们可以小一点啊。哦，好。对，有影响我们聊天。你感觉台湾的人情味怎么样？哎呀，实在太了不起了，台湾的人情味。比任何地方都有人情味，我在台湾呢，很多朋友对我很好，我从来在世界上我没有感受到这么温暖过，真的没有，我去到哪里都没有。台湾应该算还是民主的。说到民主的话呢，我有很多看法。要说的话呢，不要说一批补，一千批补都说不完。台湾的民主呢，我简单的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票了，人民已经可以有一票，可以这一票来去选我们的最高的领袖。那么这个权力已经到我们手里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运用好的问题？关键是有没有运用好，有是已经有了，运用好有没有运用好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我进来，就是来了，这个东西呢，需要我们全民的这个民主意识啊，这到达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？啊，那边有东坡鱼。哦，吴郭鱼是吧？对啊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来都已经没事。我买了很多吃的，我待会拿出来一起吃。我都没，我一个人都吃不完。真的，我们不吃了，吃饱了，吃不下了，真的。哦，就是来没有。我们吃好久，从没有菜再招待你了。不用客气。其实啊。这些地方是一个好地方，是怎么说呢？对，你过完年哦，来这里，这里是台湾哦目前最夯的一个木棉花道，就在这里，哦，更漂亮，啊。木棉花道，我有朋友拍照拍给我看，就是这里吗？就是这里啊，就在这里，你走路拍的漂亮的不得了，哇！全世界哈，啊，排行。排养十一点的那个街道，哦，原来是你们，就是，原来在这里，哦，所以你明天有空的话可以去看，但是现在是看到那个树，哦，那个树，对，没有那个花，没有那个花，要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三月份，然后那个季节又有一个国际蓝展，
也在这里。国际什么展？国际兰展、兰花展、兰花展。那这个国际兰展，它是全球三大兰展其中的一个。哇，三大兰展之一。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你这里，所以白河这里哈是一个好地方。好地方。而且我在山上听到说你们这里啊，曾经啊，曾经在清朝啊出过七个状元，都是师生。老师是跟学生这边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吓了一跳。清朝出过那个七个状元是状元、那个说他的老师叫的学生，他的学生都考上状元，我说是不是状元、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叫我们叫那个举人啊、举人应该是举人吧、不应该是状元吧，状元我好像我没听说过台湾，对，台湾有七个状元，我都没听说过、那个孤陋寡闻。罗先生，我跟你讲啊、我们的祖先啊喜迎现在那个手机把它打下去，就有了口魂。哦，喜云，哎，云，天上那乌云，那个云，全部的故事都在手机上。喜云这个人物，你们姓许的，对，我们姓许，对。然后这里这一代都姓许吗？也没有，没有。就是我们一个宗族。你们宗族？对。现在你们收这个姓许的宗族，有多少？第一代哈来台湾的就是许云了哈。许云哦。对。啊，然后发祥是许云，然后现在是第几代了已经？现在已经15代了吧？十五代的话，那就大概是三四百年前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清朝。其实讲这个太远了啦，对啦。手机也有。我知啦，我这嘛是这边讲哦，你来这里哈，反正你来这边旅游嘛哈。有人跟你讲那个吗？这边。我刚到不。还有一个小男孩哈，蛮好玩的。不是南海女孩那个南海哦，是海洋那个海哦，小南海，南天的南，南方的海洋的海，南方的南，对，就是小小的南方的一个海，对，小南海，小南海，很漂亮，那个是像一个湖一样啊，是湖，淡水的，是淡水湖，不是海，不是海，淡水湖有多大呢？淡水湖有多大？我上次我跟你讲，湖月底。我们这边莲花真的也是很漂亮，莲花节的哈，莲花，莲海，一边看下去真的很漂亮。在哪里？这个莲海在哪里？就是我们这边哦，好，从这条路走过去，全部都是啊，大多数都是。就是你们有很多的这些池塘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讲了，池塘还是什么？应该是这样讲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个莲花季，莲花季，全台湾哈的莲花季就是白河，台湾。季节的季是吧？对，莲花季，莲花啊，所以白河这边哦，大家想到的就是一个莲花季、莲花节，全台湾只有白河这里有。对，莲花就那莲花季的这个季节是几月？在五月份，五月来最漂亮，五月份就是哦，你看到的田野哦，都是一些我们的莲子。这边最好出。那你们的莲子应该哇，莲花出产莲子。现在出产那个莲藕，现在做季节。莲藕还有那个藕粉啊，对，藕粉。现在在开采，现在正在。